变态科学家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，制造了一台拥有爱情的女机器人，但机器人的长相却让科学家很恼火。这不是一张人类的脸，恶心，丑陋至极。拥有自我意识的机器人听到后很伤心，于是他想到了一个办法。他找到一位漂亮的少女，将少女绑到密室，然后利用自己的机械手刀将少女的脸皮切下，最后安装到自己的脸上。就这样，一台完美的美女机器人诞生了，我们就叫她二丫吧。科学家看到变脸后的二丫很是满意，刚准备下一步动作，不料二丫却拒绝了他，这让科学家很疑惑。二丫问他：“你爱我吗？”科学家明白了，自己设计二丫的初衷就是为了爱情，但真正的爱情是什么样子，科学家自己也不懂。什么是爱情？为了知道什么是爱情，二丫独自来到大街上，他利用大数据分析，渴望寻找到爱情。这时我们的男主角小帅抱着一束花从他身边经过，二丫立马进行了识别，心想难道这就是爱情吗？为了证实自己的判断，他开始搭讪小帅。你们男人也喜欢花吗？我送给女朋友的。得知小帅已经有了女朋友，二丫有些失望，随便聊了几句后，小帅便准备离开。二丫对小帅很感兴趣，于是跟了上去。你跟我干嘛？这时一个劫匪突然冲了出来，抢走了小帅的手提包，小帅赶紧追了上去，但追了半天也没追上，最后还是二丫出马在前面拦住了劫匪。劫匪见状立马掏出刀子，把二丫当作人质。小帅怕二丫受到伤害，赶紧说自己不会追究，让他别做傻事。我就知道这里相好了。可突然被摔在地的劫匪还不服气，又捡起刀准备刺上去，小帅赶紧制止。与此同时，二丫捡起笔记本一下拍晕了劫匪，这让小帅很惊讶，没想到一个弱女子会这么厉害。这次的经历彻底让二丫喜欢上了小帅。你是一个好人类。没过多久，二丫便查出小帅的女朋友叫小美，为了得到爱情，她干脆一不做二不休，把小美给绑了。你很美，我需要你的皮。就这样，她把自己原来的脸皮脱下，换上了小美的脸皮。不但如此，他还提取了小美的记忆，从此以后，二丫便代替了小美的身份。他来到酒吧找到小帅，并把小帅带回了家里。小帅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小美，吓得连连后退。你到底喜欢我什么样子啊？喜欢，你什么样我都喜欢。原来之前的小美一直都不喜欢小帅，所以见到小美突然这样，他变得有些不知所措。那这样也喜欢吗？这样更好。就这样，小帅得到了心中所爱，二丫也找到了爱情。但接连出现的两起命案也彻底引起了警方的注意。整个尸体就如同原本没长皮肤一样，不是谋财，也没有性侵，犯罪意图明确而单一，他只要人皮。